飘，恨劝剑数未数未当道，抛却爱山中闲岁月，吼一声我铁道，胸中有肝胆叱咤人人笑，贫与贵美争高下，贫相贫贱论知交，胸中有肝胆叱咤人人笑，贫与贵美争高下，贫相贫贱论知交。那个臭老铁，他杀人不眨眼，还装什么活菩萨呀你？还让我走？你算老几呀？就让我走？我偏哪还都不去了我。贝勒爷，小点事儿，回头让王爷听见，这又是事儿啊？事儿？什么事儿？哦，我自己在我自己家里，我还不能说话了。妈的，臭老铁，除了妖言惑众，他会什么呀？让我走？这什么狗屁主意啊？您说的对，他是狗屁，臭。可是他出的主意未必臭啊。你说什么？我怎么听着你是向着他说话呢？是不是？别，贝勒爷，我这可是一心一意替您着想啊。您说您整天这么大火气，我是担心您的身子啊。哎，您说您要是为了老五那帮子人弄坏了身子，那可就是天大的不值了。那我要是走了，那我这气就更大了。爷，您不能这么说呀，您要是弄坏了身子，我们还拿什么捏咕老五他们啊？要我说啊，走就走。一，王爷那头咱也顺了；二呢，我们也可以找个舒服的地方好好清闲两天，您呢也可以舒坦舒坦筋骨；三呢，我们坐下来好好琢磨琢磨对付老五的招。哎，我怎么听着你是在替我阿玛说话呢？哎呦，我的爷，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哪有王爷的事儿啊？那我真要走了，我心里别扭。爷，您有什么别扭的？您可是能屈能伸的人呐，在我眼里您就是大英雄啊！我就不信您还能炫到这里面，您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呐。得，别看您小子油嘴滑舌，好歹还说点实话。哎，兰生，要不咱们就出去走走。嘿，我就知道爷是这个。哎，那我可得说了，这我出去可不是冲他老铁，也不是冲着我阿玛，是我自己个儿想出去的，想出去散散心，对不对？对，咱这叫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嗯，好。
哼，牛。德总管，来来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，您坐，您坐，哎，坐坐坐坐坐，王爷，您坐，您坐，您坐，坐坐坐，哎，我说德总管，您这老这么客气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，王爷，咱不说外的话，我是跟您客气，跟别人我可客气不着。哟，王爷，这奴才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哎，别介，您说，您说，说句实话。这差事我不打算来，您知道为什么吗？我明白，回头你怕老四那儿你落埋怨。不是，四王爷知道我是把人分等的，对太后吧，我是一心一意的，我绝对不能落太后一个不高兴。哎，可是别人啊，那可就难说了。德总管，那要是太后让您来，那您可就得来呀。太后让我来。我是得来，可是我是怎么着去回事啊？太后都不会高兴，您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呀？难道说段明德这事儿里头，太后还能有好处？没错，太后是得了好处，而且这好处还不小呢。哎呦，你说这太后也是啊，这天下可都是她的。难道说他还要好处？天下是太后的，那为什么太后这嘴里天天唠叨想修园子，这钱就凑不上来？啊，这天下是太后的，可这国库里的钱也不能随便就揣进自己的腰包啊。我明白了，您看是这么个意思不是啊？就是说，如果段明德这个事儿，太后看着不抓。那他将来就是威信全无，太后是个不能让别人骗自个儿的人，可是要是别人也不抓呢，他就当这个事儿没有，还白来钱，这他能不乐吗？这个哟，您全明白啊？哼，我凭什么不明白呀？我就是不死心呗。嘿，算我没说。得嘞，您呢赶紧的，我忙完了这差事啊，就回去交差了啊。这可由不得我。这，这，王兰生啊。照你这么走，咱得走到什么时候去啊？我长这么大就没遭过这份罪，我这火可快上脑丸子了啊！散心，这摆明了他妈的就是来躲难了呀！你说这狗日的老铁出他妈这馊主意！哎，贝雷，您再忍忍，您再忍忍，说话就到了啊！我说你快点，半个时辰不到，我大鞭子伺候你！师爷，驾驾驾驾！哎呦，哎哎呦，啊！贝里，贝里，贝里，您这，哎呦，贝里，您没摔着吧？给我拿鞭子来。贝里，您留神闪着腰，等到了梁庄，我替爷抽他。抽他？我他妈抽你！要不是你上下窜的，我能遭这个罪吗？老子回府了，我他妈看看这老五能把怎么着？哎，贝里，贝里，贝里，这个时候你可千万不能回去啊！这老五啊，就盼着您着急生气呢，您可千万不能回去，咱不能着他的道啊！你松手，不松手我抽你了啊！着他的道，我到底看看这叔侄俩谁斗得过谁？哎，贝利，驾！贝利，哎呦，这可怎么好哦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车轰出来啊！爷，还去梁庄吗？去梁庄？去你奶奶庄！回京！快快！贝勒爷，
杨如花，你还知道回来啊？妾身一直挂念着贝勒爷，怎么不要我回来吗？既然知道回来，那你当初干嘛要走啊？贝勒爷，您就饶了我这一回吧。本来我想在五爷那儿能见到周顺臣，可是老五他蒙我。哼，杨如花，你要是还能见到周顺臣，那真是见鬼了。怎么了？这不怪我，这怪他们。当初我答应你不动他们，那是他们得别惹我。这次他们到京城来就是冲着我来，你说这能怪我吗？贝勒爷，这回我就踏实了。哼，你踏实了，我可不踏实。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还要去见那个土鳖？实不相瞒，我就是想劝他们回天津。哼，蒙我的是不是？这是实情，我就是想劝他们回去，我不想他们再来纠缠我了。贝勒爷，你想想，我要不是这样想的，我还能回来吗？我去找老五，他告诉我他们已经回去了，我就踏实了，这不我就回来了吗？那你当天为什么不回啊？贝勒爷，你知道吗？老五他不是人，他就是一个畜生，他根本就想霸占我。老五？怎么会是他呢？贝勒爷，你知道吗？我这是逃出来的。老五，他敢动我的女人？要不是那个大篮子，天心浩嫉妒，放我跑出来，我怕我再也见不到贝勒爷了。我这次回来哪儿也不去了，我就躲在你的府里隐姓埋名的跟你过一辈子。啊，不。怎么，贝勒爷，你不想要我了？不，我要你，但是咱们必须先办一件事儿。不，我怕，我们还是别跟他们斗，我们斗不过他们的。斗不过，看我不把他这破房子给他点喽！什么东西，还我五叔呢，连亲祖宗也不行啊！五哥，咱们会不会没整到他们，反倒把杨如花又送回虎口去了？不会，我让单普营的弟兄们盯着呢，瞧着不好，马上把他拉回来。但是镇贝勒能来吗？王爷，他来了。来了，来了。好，魁梧，快叫你兰姐把德利带过来。好。德利，咱可不能喝多了啊。兰姐，我可放肆点啊，今儿我喝的真高兴。您知为什么吗？平常啊，我见到的人呢，只有两种，一种啊是奉承人，另外一种啊就是被奉承的。只有您只会骂人，过瘾。兰姐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哎，得力，酒能慢慢喝，事儿得赶紧办啊。等我喝完了这杯啊。哎呀，赶紧走吧。你等把这杯喝完了，我你喝个屁，走。哎呦，兰姐，也就是你换了别人呢，老了我走。老五，你个假正经，你个好色的东西，你不干人事，专门捣乱，你个臭老五，你给我出来，出来！贝勒爷，我求求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再回去过咱自己的日子，不行吗？那哪成啊！我今儿非骂他不可，你给我出来，你给我出来！贝勒爷，咱不是怕他们吗？怕？如花，你。他不会跟你动手动脚的吧？啊！他得手了。
没有，倒是没得手，可是他占了我便宜了。什么？哎呦喂，妈的，老五，你他妈老了呢？你占便宜占在我头上来了！开门，给我出来，出来！哎呀，这么晚了，这么晚是谁？我，开开，开，走开，走。老五，老五，快躲起来！老五，你别跑！你有人性吗你？你给我当面说清楚！你跑什么你？贝勒爷，我们可是在人家，你骂人，留神人家对咱不客气。他还不客气了，姥姥的，他什么东西？你给我出来！小镇子，别忘了，我可是你五叔，你骂我不要紧，你别把咱们家仙人带上。是你太过分了，小红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！小镇子，小镇子，别这样啊，有话好好说啊，别这样。是啊，贝勒爷，五哥也是一时糊涂，就是糊涂。我说你们两个也真能忍得了，你说他办的那是人事吗？啊，都怨这狐狸精。哎，我说婶儿，怎么说他也是我的人啊？你说呢？哪有叔叔跟侄子钻一条胡同的啊？你说什么？杨如花跟你？这没名没正娶，反正也是名仆名丐。跟您这么说吧，就跟这老五跟您的关系一样。去，跟谁一样？是，入不了宗人府的宗谱，可也是夫妻呀、啊。你说他怎么能下得了手呢？啊，小镇子，你甭跟着扯着太远。我跟杨如花怎么着，那是我们俩的事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耳朵背呀、啊、你啊！如花是我的人，你没听见啊？如花，这你没告诉他？我跟他说了。可他根本不理睬我，你装糊涂是不是啊？打一开始你就知道杨如花是我的人，你给我装孙子是不是？小镇子，你这就更胡扯了。杨如花是什么人？你是什么人啊？他怎么会是你的人呢？你当着众人的面说的，他是徐志安的人。老五，我今儿跟你扯直了说吧，杨如花就是我打天津带回来的，怎么着？你能把我怎么着？贝勒爷。杨如花许配给徐志安，是你跟太后面前说的呀？那不是蒙老太太吗？你装傻呀？听不懂啊？我把杨如花打段明德那儿带回来，我总得有本事把她留在我身边吧？本来我委屈我自己，就是要你放了周家一条生路，可是你放开我！哎呀，你快给我拉开！快拉开！贝勒爷，奴才实在是没办法呀，奴才是奉了遗旨来的，这奴才可不敢欺君罔上。哎，我说你，德烈。你平时拿我们家多少银子，你心里总该清楚吧？啊，我说你这不是翻脸不认人吗？贝勒爷，那以前咱俩交往，那是以前的事儿，咱俩别在这儿说好不好？废话，你跟他们一块合伙害我是不是？我，德利啊，是脑袋重啊，还是银子重啊？兰姐提醒的是，各位，我要进宫回事，咱们回见啊！我派车送你啊！不用，我的随从和车辆啊都在胡同口外头呢，请各位留步啊！王爷，那朕为了，我得带走了。等等，你带走？嗯，带走吧，德公公。请上差回去复命的时候，别记错了什么。王爷，我记性还成，请王爷回吧。啊，
德利，停车停车。我说德利啊，你今儿太不给我面子了啊，你这是枉死了害我。哎呦，贝勒爷，今儿这事儿啊得怨您，这明摆着是个套，您还往里钻呢。娘们啊是最难懂啊。那现在怎么着？哎呦，贝勒爷，那您没看我在这儿兜圈子呢吗？兜圈子管什么用啊？哎呦，兜圈子我这不是为了等着王爷呢吗？哎呦，王爷，王爷来了。哎呦，王爷，总算把您给等来了。那我要再兜两圈子，我回去可没法交差了。糊涂，糊涂就糊涂了，要不然把我头砍了。砍你的头，丢我的脸，你还让我怎么屹立朝堂？王爷，别气坏了身子。哎呦，我说爷，那你们爷儿俩就别在这儿斗气儿了。咱们赶紧商量商量怎么办吧。德利啊，那你回奏的时候能？我来的时候遗旨是据实回奏，不得隐瞒。那就没有别的法子了吗？王爷，这回的事儿有没有别人呢？段明德这个事儿是有，可他刘铁良也没少拿呀。哦，王爷，这篇文章咱们就得做到这儿了，啊！您让我想想，到了这个份上，咱们也只能丢卒保车了。王爷说的是，到时候啊，先把王爷摘干净了。贝勒爷并非职司所在，只说误交了歹人，少不得申斥罢了。那也只能如此了。哎。贝勒爷，您要记住，到时候啊，与买缺交易这一节，你要抵死都不认啊！这事儿全是刘铁良干的，你全不知。好，那就这么着，那我就回宫复旨了。走啊，走。贝勒爷。这些个歹人心存恶念，所以你们这些亲贵呀，可不能上他们的当。太后申斥的是，像刘铁良养药自裁，他是死有余辜，吏部其他书办也不能轻纵了。太后，奴才已经派人严加审讯，待口供坐实，一并严惩。只是便宜了那段明德了。哎，听说是他去当什么胡子去了？奴才已经吩咐地方围剿胡匪。小镇子，你这回长记性了吧？你呀，误交匪类，虽然于交通关节一无所知，可是你太年轻了，性情不稳，上了那妖妇的迷惑。哎，对了，那小妖精呢？不能轻饶了他，一定要严惩，以儆效尤。太后，那杨如花可是受害人呐。太后您想，如果没有段明德，如果没有刘铁良，如果没有小镇子，那杨如花从前登台唱戏，现在也该嫁作人妇了。戏子没一个好东西，你别再说他们如何如何的。
当年大兴皇帝如果不是……我说没一个好东西，就没一个好东西。太后吩咐的极是，奴才也在想，大清国要这些唱戏说书的干什么呀？他们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还浪费银钱民力，不如一体查封，不许开什么戏园子、说书的茶馆之类。行了，也不必这么刻薄。我看呐，杀一儆百，看看他们谁还敢往咱们亲贵的身上靠。领旨。小镇子，你看看，你所有的世职，还有恩赏的差事，这下全都让你自个儿给闹没了。行了，好好回家闭门思过吧。哎，奴才谢恩。我也倦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奴才有话要说。我已经够烦的了，你还想说什么呀？你要说我就……太后，奴才以为小镇子关于交通关节一事尚未结案，杨如花又被害变成害人，奴才想不通。想不通就甭想了。算了算了。五王爷，兰姐，大家就送到这儿吧，如花就此告别了。哎，陈把事，哎，来接着，给你3倍的银子，把如花姑娘一直送到皇陵，明白没有？明白了，您就放心吧，王爷。如花姑娘，自己一路多保重吧，啊。那怎么着？那小镇子他就算没事了，兰姐。刘铁良死了，段明德逃了，虽然周家人尸骨无存，可也算是出了半口气了。如花，你想开点，这世上的事就是这样的，恶人总是不得恶报，不都这样吗？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害了周家，都是我的不是。如花姑娘，千万别这么想啊！你听我一句话，先上皇陵去，去待上一阵子。我托人带了信儿，到那儿你就算到家了。王爷，我现在生不如死，我就这样逃了，您在太后那可怎么交代呀？嗨，那老娘们啊，混蛋一个！你要是不走，我这口窝脖气非得把我卡死不可。走吧，啊，走吧。这，咦，咦，怎么了？小姐，对不住你，我方便一下。去吧。哎。贝里，您赏个脸，吃点东西吧。啊，别再生气了。来生，我让你别招我，你就别招我。我疯了，你说你招我个疯子干什么？贝里，您说，王爷又不在家，回头他回来。瞧见您这样子，这不又是事儿吗？老头子去河间巡视灾民去了，这房子里边我说了算。我这几天我烦我乱，我自己个儿折腾我自己个儿都不成啊。贝里，您自己折腾可以，可但是您也不能毁了自己的身子呀。你知道我恨，
你知道我为什么恨吗？啊，兰生，你平时老说你孝顺，你孝顺，今儿你给我孝顺一回，我瞧瞧。贝勒爷，这不王爷没在家吗？咱们不能轻举妄动啊。得了，瞧瞧你啊，你瞧瞧你，我早就知道你跟我玩虚的，一到坎节上就不是你了。哼，小蹄子，站这儿干什么啊？作死呢你！我。杨如花。哎！这来人了！来人了！贝勒爷，嘘，小点声儿，这事儿可不能声张。奶奶的，血都出来了，还不喊人？哎呀，贝勒爷，这不只是杨如花吗？这要是让太后知道了，咱连皇可都编不过去了。废话，妈的刺客还用编皇？哎呀，他干嘛行刺您呢？这不更麻烦吗？那怎么办呀？先把尸首收起来再说吧。反了，反了！一个小戏子居然敢跑到王府里刺杀我，他妈的！你说我还能混得下去吗？啊！呸！你个贱人，我对你那么好，反过来倒害我。贝勒爷，我瞧这杨如花一定是替周顺臣他们一家来报仇的。我看呀，他是老五派来的。五王爷，不会吧？什么会不会的？反正这把刀已经架在我脖子上了。哼，臭老五，你说这一坛的浑水不都是他给搅和出来的吗？不成，我非出这口恶气不成。贝勒爷，您真打算报仇啊？那怎么着？不报这仇，我活得下去吗？我。可要说，他好歹也是个王爷，这真要动个王爷，这事儿是不是也忒大了？我不管，你就说怎么办吧，赶紧拿招。这么下去，可真是没个头啊。贝勒，干脆咱来个快刀斩乱麻，一了百了。你卖什么官司呀？你就说怎么办。这刀下去，老五就不在了，那就什么烦心事都没了。可是，那是我五叔啊。无毒不丈夫。怎么，您怕了？我怕什么？我从娘胎出来就没怕过。你就说吧，咱怎么办？到时候啊。老徐，是老徐，你瞧见没有？咱这还什么都没做呢，这信儿准先到了。兰生，你说这该怎么办呢？这个爷，别急，哼，那咱们就先伺候了他。你打算怎么办啊？不会你自己动手吧？那哪成啊！我这一出头，不就把您给露出来了吗？有个人。他准成。
嘿，我说姓陆的，你说你吃个东西是人是狗，怎么还吧唧吧唧的？孙子，你骂谁呢？二全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在这做大狱还挺豪横。哎呦，嘿，我说大方，你得说说你手下那帮弟兄，怎么了？什么东西啊？昨天晚上就在这儿，说是给我祝寿，结果呢，合着伙的赢了我30多两银子，一帮混蛋！我告诉你，二全，没办法，兄弟们穷啊，那也不能这么吃大户啊，对不对？你说我在这坐牢，前后里外里，300多两银子没了。嘿嘿，这个你也不能全怨弟兄们啊！您说在这牢里，你什么都买，你这哪像坐大牢的？您瞅瞅您，弄得跟乐爷似的。嘿，没办法，谁让我过不惯苦日子呢？这回真完了，到底了，没钱了。没钱了？这不我来找你来吗？哎，我给你寻了个来钱的路子，怎么着，干还是不干？嘿，我跟钱没仇啊，我从来跟钱都亲着呢。赶紧说，什么事儿？弄个人。这事儿就我拿手。那就得了，等我吃完了，你换身衣服跟我出去啊。嘿，嗯，别在这儿吃了，咱出去吃新鲜的。走走走，你这，走。二位爷，请喝茶。嗯嗯。哎，回来。就你这叶子也能喝呀、啊？真是。把这个给我泡上啊。好的。记住。头一货给我倒了，第二货再给我端上来。得嘞，稍后您的。我说哥哥，你瞅瞅，你瞅瞅，你瞅你这身打扮，这够招摇的了，你就别挑三拣四的了，回头让人知道我从刑部大牢弄出个大活人来，这我这差事还干不干了？完了，啊，你呀，这叫放虎出笼。不是，你信不信我再给你弄进去？那你邀那贵人怎么办？你怎么跟人交代？这，哎呦，哥哥，小罗啊，我来了。哟，哎哎，怎么着，小罗腿又不好啊？小罗，别跪啊！贝勒爷这也算是微服私访，你再把他给吓着。怎么着？你认识我？哎呦，贝勒，岂止是认识。只是平时您都是鲜衣高马，横行街市，眼睛从来也不往下看，不是？哦，对了，二全是给贝勒请安了啊。兰生，还真碰见一个懂事儿的啊。你叫什么呀？小子刚才说了，小子叫二全。你这脑袋没毛病吧？哦，您说这膏呀，没毛病。把这膏药往上一沾，一看就是熬夜的。您想啊，凡是熬夜的，哎，不是打牌的，就是抽大烟的。我把膏药沾在这儿，哎，他们见着我都得躲着走。哼，真够新鲜的啊！贝勒爷，还没点菜呢，您看您想吃点什么？您别瞧这地方，还真有几样拿手好菜。兰生，走。哎哎，贝勒爷，我们什么事儿还没说呢？兰生。我让你给我找个死事来，你小子给我找个吃喝嫖赌的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！哎，贝勒爷，这二全可是个好身手。好身手，我怎么没看出来啊？啊？怎么着，贝勒爷？瞧不上我二全，您就直说啊！我还回我的刑部大牢去，您就这么转身就走了，我可不高兴啊！你还不高兴啊？哼，男生，你个不懂事的东西，走。啊！小鹿，还不让他赶紧住手！二全，你太放肆了！我要是不懂事儿，贝勒爷的脖子可早就漏气儿了啊！
贝勒爷，小子得罪了，请贝勒爷处置。哎，去。哎呀，行啊，好身手啊，这人是好人，这家伙是好家伙。谢谢贝勒爷。二全，哎，你以前做过这活吗？贝勒爷，这二全手里啊有几条人命。哦，这万一要是露了马脚，爷，那怎么会呢？二全这名字在大牢里边挂着呢，他就是查到地底下去，也查不到刑部大牢里边啊。对呀，贝勒爷，就这样吧，我得回去了。嗯，就当我什么也没听见，什么也没看见，啊，要不然我这麻烦就大了。好，来生赏。哎，二全回见了。哎，二全。哎，这事儿可大，我不想惹麻烦，你一个人不成，还有别人吗？嘿，您放心，我跟你讲啊，全是有人命的，只要跑路的钱有了，养家的钱有了，杀皇上我都敢。哎，别说的那么难听嘛。走，我们爷跟你去看看。得嘞，您请。您请。当家的，怎么着？我走这些日子，功夫都没撂下吧？哪能啊，当家的。要不要咱们露两手？嗯，那就赶紧的吧。听着啊，既然功夫都没撂下啊，这两位爷有个大买卖，赶紧露两手。哎，是，走，来。哎，你利索点儿。怎么样？行，像那么回事儿啊。咱进屋说去。爷，您请进。嗯。二全，想不到你还有个镖局啊。哎呦，不瞒您说，哎呀，我这儿啊，前两年还走镖，可这两年啊，钱庄银行都开了张了嘛，钱都从汇兑的票子上走了，我就没什么买卖了。我说二全，你们怎么干我不管，总而言之，不能给我们爷添麻烦。哎呦，您就放心吧，啊，二全我从来都是替人消灾，帮人成事儿，坏人事儿的事儿，我二全没干过。哼，那就好。大龙，哎，进来进来。有什么事儿，我从来不瞒大龙，这是我好兄弟。二爷，弄谁呀？